是去我家的路。去医院。我请假了。我并没准你的假。你就当我下楼买个水果不行吗？你病房里堆满了别人送的水果。我总得回去换身衣服吧，我这样怎么跟我爸妈解释啊？就不需要解释。看来孙猴子是逃不出五指山了。我这不是工作吗？我不去不行。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拿什么去拼工作？没那么严重吧，一天就能影响健康。那见谁啊？我这忙了一上午，刚看电话，这不抽空就给你回过去问问你干嘛吗？啊？你有要我做什么？你赶紧说啊！我这忙着开会呢。没事了，你退下吧。我请你，你好好治疗就是谢我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回病房吧。洗衣服的时候记得消毒啊。送个车都这么。